喝到酒喝了多少年了？起码喝了30年早酒。30年了，哇，厉害厉害！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我现在在青山啊。有粉丝给我推荐说这边有个喝早酒的地方，走，我们过去尝一尝啊。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喝早酒，对，都是喜欢喝早酒的啊。对，跟我一样，我也喜欢喝早酒。它那个味道怎么样？感觉？它这个卤料啊，卤味啊，相当高级。你们也喜欢早上喝酒啊？反正酒几个朋友都聚在一起啊，就是说很多人的感情。就是说现在年龄大了，平常自己忙自己的，遇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呢，哎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偶尔的享受一下子，非常 OK。比晚上喝酒还好一些啊！哎，晚上喝酒是晚上喝酒的趣味，早上喝酒是早上喝酒的趣味。喝了几杯了？喝半杯。喝半杯呀？你一打啤酒，越喝越有，越喝越有。我们今天有点来晚了，9点多了。这早上起来喝早酒的店最多呀，人。应该是7点多多。7点多啊，8点多差不多7点半来的。哇，这个锅是吧？嗯。哎呀，要不辣椒？要，这拿吧。好，60元一锅啊，看看给多少啊？正常给啊，不能多给啊。还是不是加别的？牛肉粉丝啥？加点也行，你给我加到100块钱吧。好好好，加到100。60我看不够。这么大一盘子，100块钱一锅，摊牌子。这别人刚吃完是吧？刚吃完，啊，放那边。这么大一锅，扎不扎实啊？大早上起来喝早酒，酒在哪儿呢，老板？酒我这给你放，在里面是吧？在里面。酒是什么样的？我们看一下来。这是什么酒呢？陈粮食酒。哪里的？嗯，金门的。金门的是吧？这酒都怎么卖的？他说5块钱一碗。5块钱一碗啊？嗯。哇，这是大吧？这是大52度的，52度，嗯，可以。我这是几两的呀？5块钱？5块钱3两。3两啊？哎呦，这个可以。哎，这酒花漂亮啊！哈哈，菜，看看啊，这硬菜啊，小黄鱼啊，谢谢谢，麻个碟子，哎，有人送菜，这视角牛逼啊！这边之外还有人送啊，感谢感谢。在青山喝早酒啊，100块钱一锅，3个小菜免费的。隔壁大哥又给我来点花生米，95块钱一碗。来，青山有早酒，你知道吗？早上起来喝点酒，吃点这菜，爽啊！这底下垫的千张和豆芽，如果全吃住的话，也太腻了。这个早酒和建立的咋样？建立那种小碟子的，这个另有一番风味啊。喝早酒主要是喝个气氛，来吧。这是你们。昨晚约好了今天过来的，咱们用还打酒去啊？这个青山这边是不是也有那个什么上班上夜班的？完了，有有有。对，这就是后来形成的一个特色啊。下夜班了，完了过来喝点早酒，回家睡觉。对，你想个晚上喝，如果晚餐喝酒的话，你得点几个菜？那至少4个菜垫底下来。又来啤酒啊？这真的行啊，又干一道。有糖炒肥肠吧，这肥肠你看处理也挺干净啊，基本没什么油。喝早酒我还是有发言权的，我拍的早酒馆就是上100家了，这还真的不错。但虽然不是一个老店啊，但是氛围挺好，周围来的话不会说你是一个酒蒙子，都是喝酒的。这送货的啊，这什么肉啊？这是冻的还是新鲜的？新鲜的啊！啊，这吊汤的是吧？这吊汤里新鲜骨头啊！那一天是这个呀，那一天是这啊。咱这面好吃，就是这个骨头是新鲜的啊。以前在这吃过没有？经常我总是来吃，你让我吃个红锅碗面，他家又大气，给料多，分量多啊，真的是很好。对，我们都牛肉啊，啊，肥肠啊，我们是冲着肥肠来。哦，他家很大气，给的好多。嗯。价格又不贵是吧？对，这你说对了，价格又便宜，人又好。